18公分的统一师的罗锦龙罗投手。Hello， 我是罗锦龙，大家好。过来啊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去年呢、在打击的项目里面可以说是拿到最多奖项的胡金龙。各位球迷大家好，我是胡金龙。在我右手边呢、是我们非常非常有潜力的捕手啊，而且是捕打俱佳的60号啊，刘十豪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十豪。啊，接下来就是头很大，但是长得蛮帅的啊，是我们中信兄弟的当家三垒手黄世豪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世豪。啊，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。